这个有壶，我给你擦一下，再给你擦一下，很亮的。刚才我刚擦过，看一下阿姨。你那么掌柜菜的是吧？你要请。再擦一下，妹子的。擦一下的呢？哎呦，谢谢。对，这泡泡对鞋子、对皮肤，它是没有伤害的。我们都是干洗的啊，对，它马上擦，它马上干，它马上擦就可以穿。对，就那么洗刷刷，洗刷刷，从上面我们往上面刷，刷着我们鞋子泥巴，从上面我们往下面拉，拉走鞋子的灰尘啊，就这么干刷、干洗、干搓、干油，不需要加水，也不用洗液，也不用洗粉。洗完的鞋子啊，它不需要晾晒，洗完的鞋子它马上它就可以穿了。你看来，找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抹布来，一二三，你看。妈呀，鞋子擦亮，对不对？生活才有方向，鞋子就干干净净了。你看，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，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啊！两只来，放挨近一点，你看，是吧？来，那只啊，大姐也拿过来，帮你擦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不仅可以拿来擦鞋子，擦汽车的内饰、皮衣、皮座椅、皮包包、厕所的每个角落都是可以的，很快的嘞，不耽误你卖菜，不耽误你挣钱的啊！你看，1分钟60秒，轻轻松松，我们这个鞋子就刷好了，不用水，不用洗衣液，不用洗粉，对，就这么洗刷刷，洗刷刷，从上面往上面刷，刷着我们鞋子泥巴，刷完之后呢，直接找一条干净的毛巾或者抹布过来，把它堆的泡沫把它抹走，你看。妈呀，鞋子就干干净净的，大姐啊，来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啊！谢谢你啊！一擦又加。